36岁陈宝拉身穿红色吊带连衣裙出席活动，性感优雅。网友真回川嗨大家好，我是何有强。说到陈宝拉，他的知名度好像并不是很高，但是他参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和什么装扮都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自身甜美的长相和优雅灵动的气质以及他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大众的好评。陈宝拉2005年参选国际华裔小姐获得亚军后签约 TVB 出道，他在刘诗诗、胡歌、彭于晏主演的中国内地古装剧《风中奇缘》饰演女二号秦香，将一个心机沉重隐忍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在剧中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一袭流光溢彩的长裙出席活动，实在是美得让人沉醉。清新甜美的长相，标志性的微笑，加上一双迷人的大眼睛，这么美丽的人都找不到形容词来描述了。礼服的设计非常的显身材，将腰线整体提高了，看着腿特别长，加上散七分的大波浪卷发，女人味十足。一袭橙红色连衣裙性感妩媚，衣服的颜色饱和度是非常高的，特别的抢眼。如果身材不好或者是皮肤比较黑的话，这样的颜色绝对分分钟将你的缺点无限放大。如果你要完美的身材，那么这件衣服绝对为你加分。大家看陈法拉就是这样的，裙子的勾勒出她完美的身材线条，皮肤还被衬托的那么紧致细腻，一身格纹西装干净利落。没想到还有人能把西装穿得这么有味道，实在是太难得了。蓝色为主基调，再搭配上其他的颜色，这样的搭配非常的大胆有创意，颜色比较鲜艳，但是并不会让人感觉到不适，反而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看起来很清爽。这样的一身穿搭真的是非常的清爽简约，也不用多余复杂的配饰，就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气质真的是太好了。一对白色圆形加上透明三角形的耳环，简洁大方又时尚，估计这样的耳环俘获了不少女孩的心吧，真的是非常漂亮呀。一袭红色的吊带连衣裙时尚优雅，果然是女神，不管怎么穿都好看，气质和身材都让人羡慕不已啊。连衣裙的颜色衬托的她的肤色白皙透亮，加上衣服本身有反光的效果，好像是她自己自闪闪发光一眼，在人群中真的是太抢眼了。但是这样穿真的很养眼很漂亮。图片全部来自互联网，文章原创。